今年夏天，好像外边的蚊子不多，但是这个，你看这个蜂，叫做 wasp， 成群结队的，简直是都不敢在外面待。结果我在这个 Home Depot 发现了这个 feeder。然后用这个往里面灌进去一些糖水和一些，他说要有一些这个生肉之类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生肉，今天先挂的糖水。你看已经吸引了这么多的 wasp， 看来这是一个有效的一个驱除 wasp 的一个方法，但是好像不能够根除吧，根除可能还需要采取其他的措施。看看，五分钟之后 ，wasp 奋勇的就跳进了我们的糖衣，叫做糖的海洋。看来这个好东西的诱惑。除了用这个之外，还用了这个 wasp 的那个 feeder， 这上有那嘴儿，完了可以喷喷它那老窝，可以彻底除掉。看，这是第二天，我们已经都清过两次这个 container， 它底下呢大概有四五十个，加起来四五十只的这个 wasp 飞进去都淹死了。这又是你看又有新的又往里头钻呢，看来它们真是好吃这个甜食和肉类。这个有效的，可以看到没？那里面还有在飞呢，飞不出去它就会被糖的这个 swimming pool 淹死了。看看，这是第三个，已经都处理掉两倍了。多少？看来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。